中国产啊，假装是不是这种文化，沙的文化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不知道事前。他这是人想象的，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啊。是他们想象的。那边有威迪，我跟你讲那个。那边有个电影。来了。跟你讲的娱乐的起源，这娱乐的，弹琴啊、睡觉啊这些东西，这个是你讲的。不要，乐器的娱乐自己，以前乐器出来祭拜上帝的，一路祭拜上帝的。就是你比较喜欢，拜神啊，拜一些。拜当地拜一些的，这个不一样的。